结束这一回合。祝你们演唱会顺利。风泽航最近身体不好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演唱会加油！演唱会加油！对对对，加油！我也支持你们，加油！我心门拼了命追着，这世界太多的利刀尖锐。在前期排练过程遇到大困难，因为风泽身体突然生病，只有七天的时间要完成七个舞蹈的练习，一直到今天的彩排完之后，之前都是非常担心，发现他们真的很努力。在天黑的瞬间，爱还在你身边，我陪你一起挣脱。离演唱会的时间蛮近的，其实有点担心，偶尔看一下手机，然后看到很多歌迷就是加油打气这样子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天突然我早上起来，我试着讲 hello 有声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天哪，我的声音回来了，我就吓死了，我真的。其实我也没有后悔我当时做的决定，就是因为我站在台前，我还是希望给出100%的力量给歌迷。我不后悔我当初这么拼了，但是我会调整好就是状态，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太冲这样子。希望自己是练到很熟，或者是有一个程度之后才希望可以表演给大家看，这样。他每天密我说你赶快好，你赶快好，我没办法。我已经就密小赖跟伟青跟龙说，你们要不要先把我们新专辑的歌听一遍？我说不能让你们三个一人唱两首。对，我就跟他发群，你们 stand by 啊 ，stand by。我今天如果起床没有声音，你们就上了。好。不用这个，一二三加加加。对，我们这次没有。一九 OK， 风泽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变两个人了，哇，特别温馨啊！就感觉这个主题我很喜欢，就觉得今天刚刚在后台走上来的时候，觉得我心里面的 OS 就是说，好，既然这个演唱会叫《爱在你身边》，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好好来谈个恋爱吧，大家啊，或者看我们谈恋爱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？大家。你看好像有点复杂，不然我们两个就好了。因为这是九折 CP 嘛。对，希望大家今天墨镜戴好，因为我已经发现大家有很多电灯泡戴在手上。今天会好好唱很多歌曲给大家。